富豪刘銮雄同旧爱吕丽君嘅大女刘秀颖一向极具艺术天分，芭蕾舞、钢琴、吉他同功夫等样样精通，绝对系多才多艺。日前佢翻唱《分分钟需要你》，并以英文写住一首献给父亲的歌，甜美嘅声线以及完美嘅歌唱技巧，令网民忍唔住叫道，可以原地出道。刘秀颖目前的 YouTube 频道目前只有大概900位订阅者，看来身为富豪千金的刘秀颖未曾买粉丝，想以实力闯出名堂，加油啊！